独一无二的历史。您会透过史诗般 Yami manibus meis est Africa Im Teutoburger Wald endet deine Geschichte My enemies will choke on their own blood Je dois être auprès du roi Reconquista comienza ahora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是之消何可克싸움은이기고공이많으니만족하고이만물러가는것이어떠한가Os만리그릇을구사한온우르무타실논앞누메로비라룸내캅멘수라카르포리스셋 Im Teutoburger Wald endet 从被战火吞噬的荒芜之地逃离出来我们的人民终于来到了这里一个充满希望和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我们驻扎我们探索我们捕猎我们与危机四伏中彼此保护我们的人民意义的死而文明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执政官欢迎您的到来我们的人民我相信从这座繁荣发展的地民以食为天我们得先建造一座农场以维持城市基本的食物供应请收集食物稳定的食物来源能让国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对我们进一步的发展救命啊求求您帮帮我们执政官我们赶紧出城看看这破地方的防御真是不堪一击兄弟们上只要是食物都通通带走其余的绝不烧掉真令人痛心可是我们这里很危险还是先回城野蛮人随时有可能再次发动袭击保护国民是头等大事我们的城市必须尽快训练自己的部队很好接下来让我们升级城墙加固防御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军队而修建酒馆能让我们有机会招募到优秀的人才快打开这个黄金宝箱看看我们能遇到谁Römer, ihr werdet den Rhein nicht überqueren按下此处搜寻野蛮人野蛮竟然是时候派出部队制裁野蛮人了 Im Teutoburger Wald endet deine Geschichte 蛮人追上来了我们已无路可退只有拼就这么少人也想阻挡选择新的战斗目标来增援我们的盟友难敌四手这次只是你们侥幸我们迟早会再见面阁下的英勇让人印象 Hey there, wanna play a game? 执政官野蛮人应该会战执政官请跟随任务来发展城市真诚
似乎得执政官修建斥候营地来管理斥候。请派遣我前往探索未知的世界。之后会自动继续探索此区域，如果有任何发现，您会收到通知。现在让我们先回城继续进一步的发展。欢迎只在小屋中，您可以方便地管理和查看所有的建造队列。执政官，您随时都能派遣部队进行资源采集，而工程单位往往 Shoot arrow, hit arrow, a new adventure. 快看，这里是另一位执政官的城市。在这个王国里，您可以随时自由查看任何一个城市。每个文明的建筑风格各有特色，让我们进去瞧瞧吧。即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们都需要盟友的支援，因此我们得加入联盟，和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成长。